日本今天宣布讲，会国一届提供予台湾50万剂的 A D 疫苗，安尼援助台湾的疫苗总数已经来到390万剂。下礼拜开始，这学校要注射 V N T 疫苗，新北市宣布讲，注射后全校居家线定到校门口。来看礼拜六开始是中秋四天的连续假期，全台湾天气高温及热，山区较到有低层天候。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十四公司中大新闻，我是柯雅文。先来看地震消息，早暗这啊南投林内乡发生规模5.6的地震，上大这地震的震度是4级。不过有民众煞无来收到国家级的警报警示，气象局是来解释讲，这个是地震源头较深，两套系统拢无达到这发送的标准，估计刷来这两三天也够地震倍。中华一间五金店的店员感觉涂骹在摇，赶紧走去厝外看。南投林内乡13暗6:41发生规模5.6的地震，地震的深度46.9公里，包括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花莲县、宜兰县的震度拢到4级。一般地震若到规模五，震度4，就会发国家级的警报，也就是防灾告警的消息。因果民众这边拢无收到，气象局讲，因为这边的震源深度较深，两套速报系统拢无达到标准，那赶紧要发消息就可能无准。越快速，你容许的误差就要越大啊，所以这一次刚好是碰上这种震源深的地震，所以误差比较大，两个系统能够减少同时出错的几率，但是这一次还是两个都没有达标。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陈国昌讲，这边甲九里地震两个所在离超过36公里，所以甲九里也无关系。原因正歹认定，较有可能是我发生的能量失衡，也毋是速度来发生大地震。而且这边晋江周边10公里内，伫咧过去50年来，毋捌发生过规模遮尼大的地震。发生的位置呢，是在南投县政府哈的这个东北方向，东北方40公里的地方，那它发生的规模大小是5.6，那它的深度，地震的深度有46.9，将近47公里。1937年，就是将近50年的时间啊，搜寻所有的地震记录里面啊，发现这么深的地震，在这附近。只有他，唯一他一个规模超过5的。陈国昌讲，伫恁所在2-3天，一个规模3-4的地震，因过晋源地区地质确定，所在地震会较少，规模要超过5的机会也无大。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西堤警方昨伫这西堤公有停车场发现一台客运车，车后斗有一个女性遗体，是一个已经失踪了2个月、有申请家暴的保护令的姓苏的妇人。啊，不过含伊同居的姓郑的查甫人，伫顶个月突然发现讲死伫个桃园的地区，起码这两人死亡原因甲牵连，爱阁侦办。13号上午9点外，西堤警方伫市区内一处公有的停车场发现一台客运车。并在后车厢内发现一具女性的遗体，经家属透过衫和皮包来证件确认身份。17岁下旬就已经失踪，住云林西堤的苏姓妇女。啊，这都啊，人方便人来买物件，买了就随走安尼啦。所以嘛，无注意到有一台客运车停得久安尼。嘿，无。警方表示，这段期间还有更多的电信男子，在顶个月16号嘛被发现，是伫桃园大溪区。当今年5月份，这名电信的男子捌对苏女家暴。经报案后，电信的男子被以杀人未遂、妨害自由、毁损和家庭暴力罪嫌来移送，并申请苏姓妇女的紧急保护令。7月，依照这个高危机个案的查访证人，那查访的过程的话，都还属正常，那没有再发现骚扰淑女的情事。那直到今年的8月，在实施查访的时候，发现证人跟苏姓女子的手机都已经关机。警方表示，经过侪日的搜索，捌在7月28号发现一名男子开着苏姓妇女的轿车出现在加油站，但最后13号在镇上的公有停车场发现电信男子向朋友借来客运车，
全已经报请云林地检署来侦办。至于孙女的死因是毋是和电人有关系，阁需要来调查。记者云林报道。前总统陈水扁有伫台南市东区的大楼徛过迄一站，阿公顶日啊，予人藏来路不明的纸袋啊。陈水扁是透过后生陈志忠对我来表示讲，查实报案了后，警方一直到昨才来问伊家这个外头。啊，这個、台南市警局来指出，确实当地一分局有消息，啊，分局长记过问解。前总统陈水扁。在台南市东区的大楼住户，本月七号遭受到不明人士藏一个牛皮鹿仔，顶冠还佫有伊的名。因为牛皮鹿仔生前是已经单调，又佫出现，加上大楼的门禁是真严，予陈水扁是会惊报案。但是七号暗时报案了后，警方煞拢无来了解案情。最后虽然证实是真误会，但是对于警方的侦办方式，陈水扁是真无认同。9月7号礼拜二晚间发现，警方是到昨天的。傍晚，才来现场哦勘查，要拜托警方是要这个尽速来侦办哦，那会把这个哦查个水落石出啊，哦这样我想，因为这个涉及到整个，不只是我父母这一户嘛，整个大楼的门户的安全。台南警方调监视器，甲约谈陈水扁，甲两名外籍的移工了后，厘清是清洁人员误会是因家的物品，搁甲挂登去，并不是刻意临时犯案。不过第一分局无按照三线系统报告警察局，嘛无找时间向陈前总统说明案件的侦办进度，除了感觉抱歉，分局长嘛记过两处的处分。受理后未能主动向陈前总统报告侦办进度，造成陈前总统及其家属不安与。担忧，本分局深表歉意，本人已向警察局自行处分。市警局也表示，除了检讨之外，也会加强陈前总统的住所以及人身安全维护工作。后续，并且由督察室亲自调查，调查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郑虎民交官台南报道。嘛，要先来看到这中秋连续假期的天气，估计应该是高温湿热稳定的天气。一寡所在中昼过了后有落日雨，嘛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啊，拜六到后礼拜一中昼过了后，落日雨较会伫个山区附近出现。蔡祖洪台离开台湾了后，全台湾豆豆变好天，平湖、金门、甲中南部有当时啊出日，有当时啊会落雨。其他各地是属于过大有雷公雨的天气。气象局预告，这款的天气会持续到拜四。为拜五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天气会更加恶劣、更加烧热。至于我们这边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所以星期五以后天气闷热，甚至会炎热。然后在天气方面，也比较属于早上都可以看到阳光，中午以后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情况。虽然受到变种病毒 Delta 的威胁，这些县市小连锁宣布禁止在户外航吧。不过中秋的连假18至21这四天的时间，民众要是真期待有好天可以看到月亮。气象局表示，四天的连假大部分是属于早起会出日，过头了后会有雷公雨的天气，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我们预估是在北部、中部、南部、东北部和其他的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中间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至于星期六到下礼拜一是礼拜二，我们预估所下的午后雷阵雨的区域范围比较缩小的，会局限在山区附近。中秋连假也是典型热人的天气，在气温方面，马祖、平湖、中南部甲东半部高温差不多是32至33度迄下头，金门甲北部地区的高温差不多是伫34度。部分区域温度也会更加高，若过头了后的雷公雨，各地是有大有小，会对迄天大气的稳定度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要过啊，真侪乡亲是伫问讲，安尼中秋节敢会当行吧咧？来看台北市，讲考虑疫情风险，台北市长郭文德是来宣布讲，台北市和平公园禁止行吧。中秋联欢活动原则上原来是无提供餐点啊。是来强调讲，主要防疫的重点是避免群聚。新北幼儿园按疫情持续发展，面对疫情的风险，一挂县市拢禁止中秋节户外行吧。台北市长郭文哲13也规定，台北市的和平公园禁止行吧。中秋节的联欢活动原则上无用餐，若是室内上座80人，户外上座300人，用餐要全程用隔板，并且挂嘴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只是讲到中秋节大家都在想烤肉，
我想重点不是烤肉，重点是群聚到底传染的可能性怎么样，派检查整个晚上在那里看看你有没有梅花座，有没有桌板，不太可能了。因为新北市计划二日开始，予学生囡仔做 BNT 疫苗，全校居家线顶上课两天，也当请疫苗假。对这件代志，台北市政府是讲，学生囡仔若是身体无拄好，会当请假，也当用线顶的学习方式。目前在运作上，各校线上的一个教学，台北市都非常的成熟，所以有任何学生他个别要停课，或者是班级的停课，其实在家里面都可以透过线上做教学。对麦当劳女员工确诊案，台北市政府是讲，这个女员工初九做过疫苗，两天后身体无拄好发烧，就医采检阳性，已经考虑二十三个家属居家隔离，也请中央协助做相关的基因定序。若是确定是 Delta 病毒，就会继续考虑第二波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如果这疫苗要来了，这是日本的外务大臣，这茂木敏充今天又宣布讲要送给我们台湾50万剂的 A D 疫苗，这有哪是这日本第五届送给我们台湾疫苗？新たに台湾へ50万回分、ベトナムへ40万回分、タイへ30万回分、ブルネイへ10万回分の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其实日本在顶礼拜九月七日有送予咱60000多剂的这 A D 疫苗嘛，已经到台湾。啊，日本是关啊疫苗予台湾，算作是上济国家。啊，这日本的这啊大臣有那表示讲，加上这一届第五批所关的50剂的这 A D 疫苗，关予台湾疫苗数量已经来到390万剂。外交部有那各一届表达咱的感谢。面对着这新北市幼儿园在顶礼拜发生群聚烧的，新北市强化这防疫，有那启动无风险的停课措施。啊，不过有的学校是停三天，有的停五天，有的是这 PCR 采检了后隔天就恢复上课。国内教育团体今日指出标准不同，啊，这个啊相关的幼儿园嘛，唔知要安怎做，家长嘛怨叹。幼儿园疫情，一间国小学生厝内底的人确诊，新北市为着阻断校园传播，除了确诊学生，迄间学校全校停课14天。陆续有幼儿园、国小补习班、甲安亲班有封城停课。邦桥幼保协会理事长薛燕珠讲，拄开始的时阵，邦桥的院所是真慌乱，唔知影安怎安排。这个停课，我们收到的通知有5天，有3天，甚至于也有。隔天筛检全阴性的，又隔天要复课，所以当时其实是很乱的。但是我们在没有指引下，我们就一个标准，跟着哥哥姐姐。有风险停课，讲说无讲，幼儿园唔知影要安怎，家长嘛不满未赴，唔知影要安怎向头家来请假。幼教联合总会讲，即马有风险停课，教育部是予地方家己决定，但是亲像台南甲嘉义，幼儿园会当家己决定。每一个县市标准无同，有真济问题。第一时间有没有人可以实际的关心，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新北市跟台北市他们其实都有定相关的规定，后续要不要去针对全国性去做这个部分，可能后续再容我们国教署那边后续再做一个研议跟讨论。几落个教保团体除了呼吁教育部甲地方来订定有风险停课指引，甲了后应应的办法。嘛强调，幼托机构的教职员为注射头一个预防社到即马已经要十个礼拜，请教育部充分甲指挥中心反映，让因较紧来拍第二剂，来守护学龄前幼童的心声。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到这汉宫37号演习，今仔进入第二天，啊，这国军第二作战区今仔下午早四点实施夜间机动演练，防止登陆的敌人啊进入这华林市内。陆军有哪在淡水湖遐部署战车、分白架车、甲大炮，无记这敌军呐想要对淡水靠入去大台北的时阵，要哪处理？这是透早四点，官兵驾驶 M60A3 战车。半暝啊，伫花莲的台九线公路上来回，展开第二天航空演习。国军第二作战区实施夜间机动演练，出动四台 M60A3 战车、两台 CM21 人员运输车、甲两台轻型战士车等，拢总24台，利用夜色特性，暗号赶去战士位置。人车到了后，随即由其规装网防卫。看机会，将被占好地
阵地四个位的敌军，防止敌人进入花莲市境内。陆军干道指挥部是伫淡水河部署 M60A3 战车、分靶架车、迫击炮等兵力，展开反突击作战。模拟敌军想要为河口进入，直接攻击大台北。军事专家分析，敌军就算是顺利为河口上花，大多数不是重装战车，国军战力会当反制敌人。因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干化真侪演练的停输。淡水鱼的码头这边算是一个凸体，那凸体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在海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制高点。那其实你只要能布防哈少部分的兵力，其实它的射界就很宽广。那这个时候呢，哈，我们就要再加强哈步兵班的步机枪火力啊，甚至哦给它配备哈反装甲飞弹、火箭、云豹甲车哦，面对当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啊，试图从淡水河口冲进来，能够达成快速的让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能够在河的两岸啊受到两岸的这个火力的夹击。此外，国军也伫台北就摆模拟敌军攻击中华电信机房，想要瘫痪台北的通信网络。国军接到指令，出动战车赶往目标位置。演练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为阿富汗撤军，有那引起国际民友烦恼。啊，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这国会会听证会顶，除了搁一个捍卫这撤军的决定，有那强调讲，会伫个台湾关系法之下，啊，对着台湾的约束会照聘照行。有那反驳这中国官方媒体讲会放弃台湾的论调，咱的外交部搁一个表示感谢。美国为阿富汗撤军，整个过程是乱糟糟，引起国际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加国会头一场的听证会，捍卫撤军是正确的决定。不少议员也关心朋友对美国的忧虑。众议员费兹派崔克就表示，伊才打为乌克兰转来尔，所来要去台湾，遐人民是拢惊到要死。问布林肯敢会支持，而且捍卫台湾甲乌克兰 ？They're scared to death. So, our friends in Taiwan in the event of Chinese aggression.Absolutely. We stand by our commitments to both countries. And we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defend them. We will stand by our commitments. We'll stand by our commitments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布林肯强调讲，对台湾的承诺会照聘照行。针对中国官方媒体利用美国撤军对台湾人拍心理战，布林肯也表示，中国想要看到的，就是美国搁一届派军入去阿富汗陷入战争当中，这对中国有利，也不会背弃盟友的评论。我们对于美国政府，他们再一次重申对于台湾坚定的支持，我们表达我方由衷的感谢。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从上任之后，已经多次的强调对台的支持是坚若磐石。美国持续挺台湾，最近又传出暗算把驻美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十三日嘛到桃园机场，应该会做伙去参加特殊管道会谈。AIT 发言人回应讲，深化甲台湾人民的接触甲联系，是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卫星即马是即国际太空产业发展大家所比拼的重点之一。咱台湾的太空三期计划，也是规划十年要投入即250多亿，要家己开发卫星，啊，打造卫星产业的供应链。所以，文总统今天有哪去咱的太空中心去视察？今天信号已经进来了，可以看到呢，在右手边的这个天线已经慢慢的转动。福卫七号伫早起9:41甲地面工作站连线。最近几年，政府力推太空领域发展，太空三期计划有过十年投入251亿，这当带来什么款的发展，真受关注。在低轨通信卫星的布局，未来5到10年会有几万颗在天空上跑。未来太空产业会渗透到我们全面的这个生活里面。太空这个产业啊。台湾不能错过，也不应该错过。太空中心预计在2023年发射的6号卫星，搭载 GMSS-2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器，预定轨道大约在500至600公里的低地球轨道，将协助台湾更加准确掌握风台动向，保证在国际的太空产业发展中。低轨卫星是主要焦点之一，包括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贝佐斯的纳些客源，拢已经到了其中，台湾也无被输人。有了预算和法规的支持，可以让台湾在太空发展的各方面的能量都能够更加的完备。我们要发挥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方面的长期的优势，一起打进全球的太空产业链。太空中心成立39年，总统蔡英文前往视察，佮五马未来要伫太空科技的相关设施佮技术产品继续拍拼，佮培养相关人才，协助国内厂商进军国际，为台湾伫刷落来太空经济时代中打造另外一座富国神山。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收盘开关，主板有收起来，即17,500点，按个盘中被压出来，指数阁下落去平盘。台积电即盘中偏乌涨，强势金融加钢铁今日又转来整理，由即纺织甲水泥啊起起来。分析师表示，盘面上资金啊轮动拢正急，起即个股票面临又转来压力。来看这空厝的比率，讲去年下半年全国空厝的比率，即马政府调查讲是9.96%，是创这10几年来头一届落落10%以下。啊，不过含这个空厝甲这大的争议有关系，公民团体是认为讲这数字空间无相正确，因为少年人依然是买不起，甲做不起。九月初，主计总处统计全国无人住，甲久久啊才住一届的住宅比率有到18.5%，其中完全无伫个使用的住宅是13.1%。不过内政部阁公布空厝的比率，却是明显降低真济，因为调查的标准无共款。内政部空厝的定义是指用电的度数伫个60度以下。2020年下半年，这款的空厝全国拢总有820,634间，空厝的比率头一届降到两位数以下，差不多是9.96%，创下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新低。我们台湾空问题很严重嘛，就只有我们政府自己觉得不严重而已。房子越来越贵，然后房租越来越贵，一堆房子在空置嘛，真正矛盾的关键所在。基础建议公民团体认为讲，政府美化数据，不动产是供应较济过需求，煞因为投机炒房，和空厝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不过政府煞无愿意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内政部的调查，全国空厝内底6都占的比例就超过60%，差不多有552,700间，其中以新北市空厝的数量上多，差不多是131,300间，也那高雄市的空厝比率是上悬的，超过10%。卖厝中人业者认为讲，空厝的比率每半年调查一次，而且干那看两个月用电的度数，若要闪过这个统计是无困难。利用所谓的一个调查的区间，也许11、12月这两个月呢，积极的去用电哦，那去避免被列为空屋的状况。那不太能够作为这个未来实际上真的去课征囤房税的唯一标准。不动产学者表示，国际认定合理空厝比率的标准差不多是3%至5%，台湾平均是10%，代表台湾根本就无欠厝，欠的是安怎好好啊分配甲利用，安怎合理提悬持有不动产的税率，才会当压制囤房炒房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讲最近变迁。1,500万这燃气机组要建厂进程的促协金，讲要给这在地的两座区公所啊，台中市即马是先变承托，即有哪引起这期讲这亲像就是同意中火唔免太过换新收人的钱，最后议长才是退转来这条意思。台电中火规划新起两部烧天然气的机组，但是台中市府要求先拆后烧才阁起，双方面无共识。台电最近编1,500万烧天然气的机组建厂进程促协金，予在地的两座区公所，由市府新店府送市会审议，结果引起真大的风波。如果说4台的除以4台燃煤机组都没有去保做一个保证，也没有一个讲好。那么就先拿这个促协金，等于讲是说拿人手短嘛。台中市政府，你究竟是要支持燃气机组，还是不支持燃气机组？市政府其实说实话，他对于燃气机组的立场应该要更清楚一点。
台电往年拢有编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予电厂附近的区域。台中市经发局统计，去年台中市有2.6亿，去年因为发电量减少，只有2.2亿。经过地方争取了后，台电以新起烧天然气机组建厂占地为由，加编1500万，引起了质疑。收入就是同意中会唔免太过换新。台中市长罗秀燕建议台电修改促协金的名。逼迫当地的居民要争取经费，要来促进这件事情，对当地居民情何以堪？那但是呢，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找台电商量？哈，这笔经费应该改成一般的睦邻基金。经发局表示，促协金有相关的作业要点，这笔钱袂影响市府新贴后续再搁起的政策。最后，市长张清照裁示退回预算，请台中市府沟通了后再搁送。记者台中报道。有四名立委今日举行记者会，决定要发起修法，讲予公公告员工的待遇，审议委员会爱有基层的代表。另外，全国中网5万公调薪麦当参考甲反映，实际会不给。行政院林书行政总署的公共告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负责公共告员工待遇调整，还有改进，还有加急，还有项目标准的审议。不过委员会16名委员内底无任何一名员工代表，相对劳工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21名委员内底有7名劳方的代表会当为着劳工来发声。4名在野党立委是联合记记者会表示，要来发起修法，让公共告待遇审议过程会当听到员工的声音。要把军公教的我们基本的基层代表要进到里面成为成员，跟劳工我们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基层发现你不尊重，然后你程序上绕过，最后你应该拿我们当垫背，这就是我们过去为什么军公教会主协会。本来参加这场记者会，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嘛，希望公共教薪水还有退休年金调整的参考标准，会当为今麦消费者物价指数换作重要民生物价指数，才发头来反映出物价的变化。89年到现在，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上涨是55.73%，那物价指数的部分只有21.18%，所以2倍多。我们是会带回去参考，那我们也会那个一并转请请各法制主管机关这边来做一个适当的处理。针对立委要来修改公务人员放弃法，还有告诉台务条例，民事行政总署嘛表示讲啊，这修法部分告诉的主管机关是教育部，公务人员是考试院政事部来主管，会把相关的修法建议转给这两个机关来做参考。记者张志雄、曾志行台北报道。来看到这个石化业欠工，李登营这阿化工厂有背景，这石化业者讲要方便调度，向劳动部申请这劳工轮班的浪旁位11点钟缩短到8点钟，初步得到同意。劳动部会议长官有那同意讲，电影剧组拍片的劳工来履行劳基法的责任者。叫做拍片，定无被无地咧看进度。13劳动部点头答应，到底照就做。有不同的工作者，一组一组来参与，必须要配合的。也许我等一个演员，其他人都要等。好，那有出现要重来，那都要调整。等一个灯光也要调整。宁可说好好的做，然后争取一个弹性工时的合法的可能，而不要大家蒙头做，要做一些违法的。不符合法令的规定，所以我们用84之1这件事情来推动的话，反而对于整个第一线工作者他的劳动的条件跟劳动的时数有所控制，更有所规范到。工会解释，因不调查，奖条真烦，一工工时平均14点钟以上，加上片场是伫各个管区四季走，较歹劳检，所以才会推动工时立伫劳基法第84之1最真济，至少会当限缩。一天的工时相当就是12点钟，未来会当影响的片场劳工大约4000人。另外，伫化业是包括李东营化工等8间企业向劳动部申请轮班计时间放零。主要厂的公安问题是不容许发生，一发生的话，可能就有可能会完蛋。所以我们都希望说，间隔以8小时来讲哦，这样对轮班呐、啊，或者是调度上啊，还是说有人要去请假，这样会比较方便。工会认为，即卖规范造成员工休假也是排班的弹性不足。资方主张
石化业欠工，人才招募不简单，规定轮班计在一点钟有调度困难。劳动部决定同意放宽，在天灾突发事变，也是劳雇双方协商的情况之下，劳工下班了后八点钟都会得阁继续上班。影响劳工人数大约是1131人。记者综合报道。高中甲高中的学生下礼拜开始要注射 BNT 疫苗咯，新北市宣布讲学生注了，然后爱居家上课两天，若阁无暑期，还阁当请疫苗假，有那引起家长的讨论。台北市无要安尼做，讲只有吼无暑期的学生会当请三天的疫苗假。下礼拜学校就要开始甲学生注 BNT 疫苗，注射的对象是12岁至17岁的国中甲高中生。新北市考虑学生注射了后身心的变化，规划全学校线顶上课两天。但是学生的身体无爽快，会当请疫苗假，未影响出席的记录，引起家长的讨论。我不是一个上班族，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在打疫苗这期间能有充分的休息。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上班族，那我又不能请假。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怎样。新北市127间国中、高中级，差不多有17万的学生符合注射的资格。日日开始去学校给学生注射，按算30个完成。面对注射了后的规划，家长有无同款的意见？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搁一届亲身说明。至于线上教学为主，最主要是让孩子们健康，能够在家好好休息，这样子才能够一举两得，也兼顾照顾学生最重要的健康。新北市注射了后，伫个厝林线顶上课两天的规划，台北市是无要跟咧办理，是予学生会当请三天的疫苗假。那学生或者是班级需要个别来听课，都会当使用线顶教学。有3所学校，他们有提出说，接种完疫苗之后，有一个学校先做1天的居家授课，有2所学校他要做2天的居家授课。第一季的接种。我们就先以目前这种方式来处理，需要请假的那就请假。蔡炳坤讲，各管区在讨论的时阵，对新北市的政策是较保留，嘛，让各间学校有一定存救甲自主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未来好多这非洲之些这教会是紧急暂停用喷气，第一个月即马已经实施要半个月了，农委会考虑讲一部分这气底下好。而且生活这部分，打算10月开始有一挂较一个活泼的做法，开放有条件用分期的。200头以内的鸡吼，你们申请牧场跟鸡家，正好我们这些管理站也告诉你们那些吼，疫情天况吼，就该改期啊，是临完的这种可能造成的破口比较大，这部分吼会先处理，等于终止。市立协会是认为讲，只要摕到这官方这喷的检查证明，无理由来禁止。这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会含外界过来参详，我来开专家会议了后，对外来公布。初步会先来处理这风险较悬的客户群。来看到这华人玉里的这哈拉湾部落，进前因为地当引起崩山打清了，又搁拄到风台落雨，土石搁甲溪流塌掉的，变作是崩山湖，有哪好附近的民众真烦恼，真安全。山壁规个崩落来变甲光噜噜，这是华人县玉里镇六合里的哈拉湾部落，受到风台的影响，六合溪水头的新碧谷。这土石放落来，甲下骹的溪流规个塌掉嘞，水流袂行，真做袂输内海的湖同款。对我们里面来讲哦，他经过这一段都会恐慌，这个地段怕是说哈来来去去的人多，最怕是这样子。李长表示，这是族人要去山顶做事唯一的一条路，万不利若果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恐惊会冲击到规个部落。水保局等等的单位去现场会勘，发现今麦还阁有部分的石头会有放落来进行。这些岩石它本来就是风化的一个结果，那可能上次的地震有一些石头上还在遗留在边坡，它并没有下来。哎，刚好这次灿数台风有些降雨，好雨带下来，现在还是很不稳定哈、比上次多了差不多1-2千方以上有。
更大更大的规模。水保局表示，新北国在八月初因为连续几日工地震，已经发生过崩裂，才打处理好势，溪流嘛疏通尔，搁拄着洪灾，一届放落来土石搁较侪，估计有到6000立方公尺以上，按算要用20个工作日，才会当甲现场处理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在上礼拜，这洪台梅在高雄的桃园山区有这恶心业者，竟然讲是要去老农客清沙石啊，啊偷挖走这两丛价值超过200万的乌江树的这树头，好加在被警察抓落。警方在洪台暗暝一路追到台20线塔拉拉路附崩坑边仔的产业道路，因在号暗时发现一台路过的卡车，竟然有真重的树木香味，感觉奇怪，就一路追踪。最后发现车被等在路边，驾驶已经逃走，留下车顶两张市价超过200万的百年乌樟木树头。循线追查后，锁定一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庄嫌到案后，供称系以老农系苏俊为由，进而趁隙盗取漂流木。全案依违反森林法、窃盗等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听闻讲，伊是伫咧疏通水道的时阵，闻到牛樟木的香味，才发现两个树头待伫溪底，认为是风灾的漂流木，才会挖出来捡走。但牛樟木是珍贵的一级树种，嫌犯的行为除了一般的刑罚，都会加重1/1的刑责。违反了森林法第50条的规定，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罚金。林管处表示，漂流木属国家财产，不管是捡还是载运，拢要相关机关的允准。公告会使捡的日期甲溪流的范围嘛有限制，清采搬会面临森林法、水利法、切刀甲侵占等罪责，提醒民众唔贪乱捡，以免犯法。记者陈环武、柯正准高雄报道。去年台中和平公园抓到一只台湾乌熊，后来有解野放，最近当地农民又搁通报，又搁乌熊伫这果子园啊出入食这蜥蜴。即马林管处表示讲，敢是同一只，还搁确认。刚了的磅礴会卡被拆破，木材顶环阁留下一束熊的脚踏，果子园阁出现一束乌熊的白色物，而自动相机所摄到乌乌身影，当时林管处证实，就是台湾乌熊，所在就伫和平区的东猫山附近。水果等作物成熟的季节，黑熊呢就比较会靠近农园聚落。那果园呢，我们可以来架设电棍栅栏，防止黑熊的靠近。当时林管处表示，这只鹰判是身体台湾乌熊，八月底当地农民就陆续通报有乌熊入去到果子园来食蜥啊。初步鹰判，果子园就伫当地有真侪野生动物所经过的受精，是毋是还佫有其他新型的个体，还佫进一步来确认。而同款伫东猫山，去年10月，这只编号7EE的乌熊去当地用沙地条来受困，学者认为应该会加强果子园的管理，杜绝食物来源。再有一些适当的阻隔，其实熊吃不到东西，熊就会走掉了。大雪山区本来就是熊的栖息地，那接下来这几年来不断的开垦就开发了嘛。嗯哼，那其实那熊其实有一些森林，它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吴秘书表示，近年来因为山坡地开发，使得乌熊活动的中海拔山区产生镶嵌式的农地，或者是果子园来出现。如果产生人熊之间环境交叉，应该加强管理，避免让果子园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发现那是乌熊受困，也应该通报抢救，才会使保护人甲乌熊。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东有14只品种，当检举讲人啊，乌白蛋混赛，乌白配这槟榔汁，已经18年啊，总共检举啊，采罚这啊17000多件，啊，这蛋混赛上侪超过60%，有检举人为应摆的检举啊，累积到去年强制执行，一捆头都领到100多万的奖金哦。骑摩托车的人刷手，甲一过分鸡啊，等伫涂骹，去后边的民众甲翕落来。一过分鸡啊，无俗，只要废弃物清理法，上届少爱罚1200块，上宽会当罚到6000。因若检举的人会当对罚款内底得到60%的奖励。伫100空降2栋民众，因累积前几啊年检举采罚到强制执行，一边会当领到100多万的奖金。不过这么关键的奖金，怎么可能袂搁再来出现？去年之后呢，我们的奖励金呢，从罚款金额的60%降为30%。环保局表示，
台东县从92年实施民众检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奖励办法，18年来拢总受理有17000多件，其中有约10000件是乱弹分鸡啊。不过今年发现讲检举案已经加真少啊，到即马干有28件，成案的14件主要是甲疫情爱强制挂嘴案有关系。跟我们这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有关呐、啊，因为有规政府有规定嘛，都一定要外出都一定要戴口罩啊，戴口罩就没有办法来抽烟嘛。环保局强调讲，在疫情的期间会继续来处理乱弹分鸡啊。虽然讲检举有减少，不过检举达人随时都有可能在你的身躯边。呼吁吃荤的民众都唔通过乱弹分鸡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通风街70岁妇人人，和假检警电话恐吓，讲爱叫伊付100万号检察官做担保，阿无会互人关修坐家。这妇人人是惊甲差一丝仔都强怪去了。前几天灿烁风台来袭的时阵，桃园一名70岁姓张的妇人人真紧张，双手皮皮出来到银行，准备领100万。讲是后生结婚买黄金用的，引起行员甲做代金保持警员的关心。明年台风天还那么严，我要先买金子啊！你买金子的话，一般你媳妇也要陪你来。妇人人坚持不是诈骗，不办警察管伤济，保持警员甲代金行员。一方面拖延领款的证书，一方面想办法跟婚姻的后生联系。后生意外表示，根本就无要结婚，也拜托千万唔同妈妈领钱。诈骗集团交代妇人必须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绝对不能和别人说这个钱是要交给检察官的，不然会罪加一等。警方表示，诈骗集团以婚姻人的雇主和被盗集团套用涉及毒品交易。假使真回收，要求交付100万，予检察官做担保，那无都要去坐牢。妇人人予检警电话的恐吓，心里会惊蔡志忠落入诈骗的陷阱，知影被骗了后，会当讲情绪失控。也感谢警方甲行员替伊收掉欠一世人的辛苦钱。记者综合报道。在花莲市北滨的海埔，最近出现了一排啊看海的动物啊。近近在看，发现讲是50年前放伫美仁山公园用这阿蒙陀做的装置艺术，即马好艺术家放伫海墘啊来展览。这是花莲美仁溪出海口南边的北滨海墘，伫海沙堡顶端竟然出现几排咧看太平洋的动物，有虎、白鸭、佮有猩猩、地鼠，拢总有13只，民众讲真趣味。哦，这太可爱了，这哪里来的？每一只都站在那里，好像诺亚方舟一样，要等着上船哎。事实上，这动物雕像原本是放伫个美仁山运动公园，时间伫50年前早就予人忘记哩啊。最近清出来了，有诶是耳仔无去，有诶是尾断去。艺术家当咧甲死啊个咧甲修理，然后要搁放伫个海边来展出。艺术作品会打开很多可能的想象力，跟很多的不管是猜测或者是想象，或者是更多的可能性。它比较不是像说古迹修复啊，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我们在看这个雕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同时看到这些时间的痕迹在这个上面。因为展出了后，这动物的雕像会搁放倒转去美仑山的原位，卖收步道，让这民众会当较挖大来甲看。那除了这13只之外呢，我们总共18只的部分会重新做一次修缮的部分，其实会联动来将美仑山慢慢的活化。管护公道讲，修理了后会保持伊原本朴实的开口，别个较翻新呢。有不少民众认为讲，这动物比乌色的金毛鸭更加适合来代表花莲的吉祥物。这个话题嘛，予人回到正热。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上开学，啊，不过继续线顶上课，啊，学生囡仔已经一年外无去学校。教育团体甲家长是上街咯抗议，要求政府爱国防疫，莫爱国学生囡仔受教权。今年七岁，拄啊正做国小一年啊新生的拉洛比斯讲，伊想要去学校上课，因为完全无看过教室生做啥物款的，伊无介意，也无关系，透过手机啊平板顶小小荧幕吸收知识，实在是无像咧上课。这是菲律宾教育现场释出的精神。为了防疫，各级学校已经第二年有500多天无实体课，拄啊剩二年的学生到底要不要回头？这位家长讲，伊两个学生无想要学习，只想要耍手机啊。Learning loss, decreasing enrollment, no, eventually
drop out, the psychological, social, emotional impact on the children that are not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their parents in person. 菲律宾目前完全注射疫苗只有20%，因为囡仔要无疫苗会当做加感染的几率，还佫考虑到登记处理后会传染予年长的人的风险。总统杜特地无愿意启动实体性质的中小学校园实体课。We have more than 100 cases, so siguro ako sa ngayon face to face mas uunahin ko po siguro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ta.Kaysa dun sa mag-pilot kami ng face-to-face. Well, some risk as part of the process, but what the countries have been doing is learn to live in this new COVID world.And this includes giv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children to learn.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菲律宾目前超过80%家长烦恼囡仔学了无济，大约有3/2的家长支持实体课。菲律宾疫情进程已经有合适规矩。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菲律宾15岁学生在国土数学甲科学方面程度是掉车尾，原因就是教学落伍、设施落固定，有一挂家庭甚至无电脑甲网络，远期教学等于是互因归去就卖学。此外，远期教校对囡仔的心理健康、肢体发展拢有影响，长期社会隔离加孤独感，也佮心理疾病拢有密切相关。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来看到这联合国警告，讲这阿富汗的领导危机升高，善乡饥荒加恐慌烧煞来，全国1/3的百姓唔知影下一顿是伫个底，超过100万的这儿童因为恐惊，会因为这营养不良过旺去，唔望国际社会斗相共。迪里花查曼边界附近，真侪阿富汗人想要越境去巴基斯坦。七月，巴基斯坦就讲未搁再让阿富汗人入境，基金是伫边境附近去南明扬收容。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巴基斯坦已经有140万的阿富汗难民，移动扬收容要到100万，实际数字可能搁较侪。联合国13警告，阿富汗正拄着全世界上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They face perhaps their most perilous hour today.1 in 3 Afghans do not know where their next meal will come from. The poverty rate is spiraling,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are close to collap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fghanistan faces a severe drought, the second to hit the country in 4 years. 在喀布尔路的看到有人把家具、生活用品提在背，一个几多百户的家庭连厝拢无啊，一个人会当住伫咧布棚。援助团体帮助愈来愈少，真正是有一顿无一顿。塔利班掌控阿富汗进程，阿富汗的失业率超过30%。虽然美国伫咧过去20年已经投资援助几多10亿美金，但过伫即马依然有超过一半阿富汗人生活真艰苦。联合国警告讲，到今年年底，一共有97%阿富汗人生活伫咧贫穷线以下。另外，有要到1000万的囡仔，就要靠人道援助到3天，才有法度活落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讲，伫今年恐惊至少会有100万的囡仔会因为营养不良死亡，希望国际社会到3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下晡的天气。在北部地区，温度是30度到34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温度是28度到33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29度到33度。外头的朋友跟门妈祖温度是28度到33度。来看这小偷啊，用这快乐来抵抗防疫，咱做伙看卖，再会。